格局完全不一样。去你妈！昨天晚上马上离开，然后呢，全额退款给我们。有搞错吗？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一个月住宿？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一个月住宿？都超脏的，看一下天堂跟地狱。こんにちは、ナナナタリです。今天呢，是我期待已久的，噔噔，我要来订，我要去东京住一个月的住宿。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要住一个月，如果我们用像那个 Agoda 或是 Booking.com 来订的话，会超级贵的。所以我们这次用的呢是不一样的方式，是用一个叫做 Sumika 的一个网站，而且它这个操作超级超级方便的哦。你主打说，你可以直接用手机就可以订好你的住宿，这是真的，它就上面有这样写。所以我现在呢要开启我的老师模式来教大家我是怎么订我一个月的东京住宿的。其实会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的话是比较简单的，直接我们在它这个网页的开头这边，你就可以直接说，假设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是要去住东京，那我就是可以选这个东京的地方，我们就点下去。我是用这个方式，你们大家看到这个首页的时候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叫做有我们提案，所以呢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一些条件呢直接向这一间公司说明，你直接写中文也 OK， 那你要用日文也行。所以就是呢把这个填一填填一填之后呢，你就把它送出去之后，最快的话他大概一天之内他一定会回你，他就会回传信件给我，那他就会把我们想要住的呢他的金额全部都把它列在这边，其实很清楚你什么费用会被收，然后哪一些是零元等等的，其实他都会直接把它列在这边，也会跟你说总金额是多少。好，这里就有契约书内容，他就会先给你看看一看，你确认之后呢你就可以再传讯息跟他说，哎，我已经确认好了，因为我已经付完款了，所以他是出现这样子一致付。那这边的话他就会跟你说啊，我已经确认你已经有把款项给我们公司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入住的前一天他才会把要如何进去还有那些钥匙的一些密码才会告诉你哦，所以可能就是要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来开箱这间饭店给大家看。那你看照片咧啊，格局完全不一样。去你妈！到了，这个就是要陪我住一个月的地方。这间它叫做 Daily The Hotel， 但这边是位在台东区，在浅草附近，这里应该蛮方便的。对面还有一间 Seven。哦，你看谁用起来哈？按照打名字。哦，卡大呀。扣扣扣，不好意思打扰了，すみません。那你看照片呢？格局完全不一样。好哦。没有，我们现在遇到困难。这是我们刚刚进来发现哦，跟我们预定的房型长不一样。我刚刚收到了他又给我的一个讯息，我们昨天入住，然后呢他在晚上七点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昨天晚上马上离开，然后呢全额退款给我们。有搞错吗？昨天就跟他说我们不可能啊，我们是外国人怎么可能马上就可以找到入住的地方呢？他就跟我说啊，因为呢我们现在的那个设备啊，然后还有房间呢，其实一样的那个房型的全部都已经没有了，都是满的，所以没有办法帮我们做更换。那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型呢跟我们想要住的呢其实是价格是一样的，所以也没办法帮我们做补偿。最后又补说哦，如果呢我们今天可以搬出去的话，那一样也可以退我们钱。他最后有补这个？有啊，现在说的啦。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一个月住宿？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一个月住宿？我昨天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除了遇到这个问题之外呢，都超脏的。我们看到的东西啊，像那个厨具啊，然后还有床单，床单你看到是不是还有那个鞋印还是脚印？还有破洞，还有它的双面胶粘在床墙壁上啊。其实它电视算蛮大的，可是你这样看这个距离的话，那瞎掉。这脸盆头长得蛮可爱的，第一次看到这种透明的。你现在不懂房型，整个笑不出来。提到给的备品就是只有一副嘛，然后之后住一个月的话，就都是要我们自己去买啊。不给的话也要退钱，要退多少？一半。一半？太多了吧？我要订设定，我在官网看到。整理的这个包水桶包，然后结果来的是腰包，是这样的意思的话一样的钱，可是它的功能性都一样啊。不一样啊，我看照片我像啊，不然干嘛附照片？照片就是要知道我要做怎样，我不是用照片来选。好，我本来以为我们这个房间会蛮不错的，结果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他叫 Jerry， 他刚好也是跟我同一个期间来这边住一个月 long stay 这样子，然后他住的饭店真的是跟我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这个是没有人管理的。我想带大家来看一下他住的到底有多好。
看一下天堂跟地狱。对，奥斯卡。你也来一个月吗？对，但这边住16个晚上，这附近还蛮多店的。啊，东皮就在这里吗？啊，对，东皮就在这边。好赞哦 ！Omo Five。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再选这一间饭店住16天？第一个是那个交通，因为这个饭店在三手线上。再的话，这个是价钱。如果你住10个晚上以上的话，大概一个晚上是5000日币左右。这笔值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哇，所以你再过一条马路就到了，好新哦！哦，它是新野的、哦。新野下面比较便宜的牌子。哦，すみません。お邪魔します。玄关呢？它有全身镜哎。对。太可爱了吧！你这一间新野的饭店是怎么订的呢？哦，这个的话是在他们那个日文的官网上订。要用日文的才可以订吗？对，因为这个联博的方案要在日文的官网上才会有，如果你是用英文或中文，它好像看不到。ご自由にお飲みください。使い捨てスリッパ。我来新野集团的那个饭店偷拖鞋回来用了，好方便ですね。哦，推一个拖鞋给我。那我9号的好了。对，还我。好呀，好吧，我还是叫人家来好了。あのすいません。さっきはちょっと5階でちょっとスリッパを買って、でも2つですけど、でもさっきちょっと今出ないんですよ。あ、どうですか。そう。お渡ししますね。お待ちください。あ、はい。今の感じ。尴尬ですね。尴尬です。他刚刚也很尴尬的脸看着我。对啊。得来不易耶。大家看完刚刚的2间饭店啊，其实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我们订饭店的管道不一样。为了让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不要跟我一样气噗噗，帮你统整了一些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的话呢，你如果要用我刚刚用的那个私密卡的，你要注意哦，签合约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写随机房型，也就是在你在签合约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写到这个，因为如果有写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跟他争论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在那边很不爽，就是因为他没有写，而且他照片我们就觉得会跟照片一样，是因为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的话要去注意一下。嗯，再来呢，就是说我们只能用书信往来，他的柜台是没有工作人员在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遇到的事情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有及时的求救的方式。如果你住我那一种饭店的话，你要去知道说你要去承担一些风险。像我们那时候住的地方都会停水停电啊，我就搭到一半的时候没水了没电了怎么办？那你就没办法求救的意思啦，这样子。那这一个另一个方式的优点就是说，你可以用到比较便宜的金额预定到，可能你在 Booking.com 也有看到这个房型，但是你用这个方式的话会比那边便宜很多。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个私密卡我用的那个方式以外，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专为长租型设置的网站，比如说像 Good Monthly， 然后还有一个是 Good Room，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 Real Estate， 专为外国人设计的那个日本不动产，就是你要去日本租房子或是买房子的话，可以用这一个网站这样。我会再把这些呢放到资讯栏里面，因为这些我自己实际是没有去订过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长租型类型的这种订房的需求的话，你还是可以去这一些去做比较一下。那如果想要再知道详细的细节它写什么的话，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说你想要再知道这些细节，我会再去跟大家说明。所以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是像 Jerry 一样，他是直接去新野的官网订购，那他这一种的话就是可以免除掉我们刚刚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就是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有人去帮助你。那这个的话，这个方案的话，可能你还是要看一下它的档期跟它有没有让你一样有这个价格实惠，因为 Jerry 他很幸运的就是有找到这一个方案。所以这个方案的话也是可以再去自己摸索一下，就是看官网每一个到底有没有这一种方案。这个也是一个常住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安全，然后也是最不会有问题的一个方法啦。
以上就是我遇到的一些经验，跟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不要让你的旅行不开心。如果你有遇到一些可能你觉得 OK 的一些饭店的住宿的方案，然后你有用过的长租型的，欢迎到下面告诉我，然后跟我分享，我也是想要知道。所以这次的影片就结束喽。いいね、コメント、チャンネル登録、お願いします。また次回の動画で会いましょう。バイバイ。